居然这么快就修炼成了虚实之境啊。虚实之境是鬼仙经第一层成功后产生的效果，仅仅一夜之间，他自己无聊之下运行了几百遍，就成功修炼到第一层了。难道他真是个鬼修天才？我这是捡到宝了。虚实之境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快夸我，我不会骄傲的。哼，还行。切，让你说句夸奖的话就这么难吗？死傲娇。你既然已经达到虚实之境，我倒是可以教你些利用魂体的法门。什么法门？来，到床上说。你要做什么？自然是做你想做的事。不可以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这是一门灵魂变形法，灵魂本就是虚幻不稳定的物质，修炼成功后可以按照自己意念所想变成物体。可以了。我想变成一棵树。哇，很绿呀，是生命的颜色。等我再变个小动物来看看。你的审美水平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谁说的？你不就是想看美女吗？给你变一个就是。哇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走光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？木离，为什么我现在浑身无力，感觉很奇怪呢？当然了，你变形消耗的是灵魂能量，肯定会累，浑身无力很正常。我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这么玩是不是有后遗症啊？别担心，能量消耗过多，过个十来天就会恢复。消耗这么大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没事的，不过就是这期间你的虚实之境无法再使用而已。话说这变形术到底有什么用？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死木离，臭木离，我要杀了你！于老爷的生辰宴是在里面对吗？是，是的。谢了。我在这里十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骑单车进来，要不要拦住他？不会是来捣乱的吧？这位先生，杜先生，快请进。您能赏脸光临，实在是我余家的荣幸啊。祝老爷子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。哎，您赏脸过来就已经很好了。莫先生，我带你去逛逛后花园吧。孙大不中留喽。不过若是能找到穆先生这样的孙女婿，实在是妙极。那是吴红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吴红，我们余家似乎没有给你发请帖吧？不请自来有意思吗？听说余老太爷康复，这是大喜事啊！同为北周大家族，我们吴家怎么着也得来祝贺一番呐！让他们进去吧。不知吴红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穆先生，你年纪轻轻就达到这样恐怖的境界，不知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这境界也没什么难度吧，我练着练着就这样了。没难度，瞬间感觉自己是条酸菜鱼。大家年纪都差不多，你可以直接称呼我的名字比较好。啊，穆离，感觉关系好像更进一步了，再这样发展下去，四舍五入就是结婚生子了吧？怎么办？好紧张，是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呢？穆大师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呀、啊。你也是来参加于老头子的寿宴吗？嗯，是的。发现目标。武尊先生，上次在地铁上多有冒犯，今天碰巧在这里遇上了，我敬你一杯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冒犯之过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请你一定要饮下这杯赎罪酒啊。没问题。武尊先生，失陪一下，我去看看于老爷子去。于老前辈，听说您大病初愈，我父亲吴家这些人的今晚酒量真好啊！大家静一静，今天是于家老太爷65大寿，难得咱们北周这么多势力家族齐聚此地，趁此机会，我吴红有话要说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北周武道界实力偏弱，甚至整个京湖省武道界在华夏都排不上号，
前两日华夏五尊候补榜排名第十的陆鹏飞来这里，直接骂我们北周的武者都是垃圾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我们的年轻一辈们受此折辱，却连还手之力都没。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修哎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多事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进城豪门气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正面刚，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